If you care for your feather so much as to protect them from no harm, then you will lose your wings and the chance to soar in the sky anymore. 初中时读到雪莱的这句诗，父亲告诉我，成长需要在疼痛中坚持。我叫张白，今年31岁，1984年出生在江苏宿迁，现任南京军区某部参谋。本以为一成不变的军旅之路就此展开，没想到2010年的一次岗位调换，我成为了一名女参谋。从此熟悉的文字翻译离我而去，取而代之的是看不完的资料、跑不完的科室和永远在处理之中的琐碎事务。参谋能参善谋，为了当好大家心目中的女参谋，我要在没有硝烟的阵地上披荆斩棘，突破自我。2014年，为参加军区参谋比武，我经历了魔鬼训练，也感受到了头脑风暴。如何迎战百余名卧虎藏龙的高手，成为我军旅路上的最强考验。有人说我是军中花木兰，可我并没有你们想象中的那样强悍。还有人说我是铿锵玫瑰，我也并不想那样多刺而善感。我只想努力做一只勇敢飞翔的小鸟。我的青春不留白，我是张白。讲述军旅故事，分享励志人生。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军旅人生。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参谋这个职务就是军中机智多谋的男儿形象，但是张白给人留下的最初感觉多少有点文艺范儿。作为南京军区某部的一名女参谋，白皙、感性、腼腆，成为她一次次华丽亮相的标志和符号。从最初入伍时的翻译，成长为如今敢与男儿比拼的参谋，张白数年来走过的军旅之路给了她不一样的蜕变。第一次见到张白，不是在日常忙碌的办公大楼里，而是在革命老区大别山。远行300多公里，张白说有一种精神力量隐藏在那片崇山峻岭之中。大别山绵延1000余公里，是著名的红色圣地，也是张白所在部队的诞生地。用大别山精神铸魂励志，是张白在部队接受到的最初精神指引。如今利用闲暇时间来到这里走走，对他来说是一种心灵之旅。50多年过去了，军营的一砖一瓦仍旧完好地留在了这里，它是大别山独特的风景，也是张白扎根部队的一种精神支撑。这里曾经诞生了16位开国将军，在革命战争时代，有10万大别山人从这里走向革命。所以说呢，每次来到这个地方，对于我们年轻军人来说，它是一种力量，也是一种激励。蜿蜒300公里，从南京到六安大别山，在张白看来，不是远行，而是回家一般的亲切和熟悉。这一天在部队旧址，张白偶遇到几位故地重游的老军人，这给了他一份意料之外的惊喜与触动。这是老军哥，最老的军哥。在这个部队永远当兵是无怨无悔的，非常神圣，这个使命已经由他们到我们这儿来了，完成了，就是很神圣，真的很神圣。加油是吧？加油。
包裹着昔日岁月的营房，追忆着青春印记的老人，成为投射到张柏心中的一抹阳光。张柏说，他希望在将来也可以带着这样一份荣耀慢慢变老，让自己的军旅岁月成为温暖一生的回忆。1984年，张柏出生于江苏宿迁。2001年，凭借江苏省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某军队院校。2008年研究生毕业后，张柏成为了南京军区的一名技术军官。他的军旅之路从此踏入了一个新的历程。我觉得人对于这种环境的探索都是有一种好奇心的，或者是什么，你也想很想了解啊，或者适应这个新的环境。一方面就是相当于有好奇那种兴奋，另外一方面也有一些比如说不安啊、忐忑，就是说这个会不会跟我想象中就是差距比较大，我能不能在这干得好，也会有这方面的疑虑。张柏尽管经历了7年之久的专业学习，但是适应翻译工作仍是一项艰难的考验。遇到一个词儿，你正常的就比如说是英文是一个意思，但是你在军事当中是另外一个意思，这样的话你如果说把它在这个整篇的翻译中翻译成日常用语中的这个意思，那就会闹很大的笑话。为了成功转型，张柏用了1年多的时间啃下了多本军事专业书籍。然而正当他全身心投入科技工作时，2010年年初，张柏被选调到南京军区某部担任机关参谋。作为南京军区某部的一名女参谋，张柏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参谋叫能参善谋嘛，就觉得是首长身边很重要的这种上下沟通啊，或者各方面，就感觉是挺复杂的一个行业，很不好干。因为涉及到业务工作的方方面面，从对着这个局里面的各个口子，所以说这个活干起来还不容易的。对张柏来说，告别以往熟悉的科技工作，取而代之的是永远在处理之中的繁琐事务。很多时候他在电脑前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刚任参谋的时候，我的阵地就是这样一张桌子和一台电脑，但是工作量却远远不止这些。我要了解全处所有科室近5年甚至是近10年来的所有情况，那个工作压力还是蛮大的。回忆起那段时光，张柏说，每天的工作量是身体的5公里，头脑的马拉松。我们的工作量相比，如果按比例来算的话，大概我负责的这一块呢，大概占到30%，张柏负责这一块呢，要占到70%左右。人家之前有人说我，就是说感觉你一直都在跑，就是说风风火火的，就感觉没看你慢慢走路过，因为事情比较多嘛，然后你就没有时间让你就是慢慢腾腾的那种感觉。为了当好南京军区第一个女参谋，张柏使出了浑身解数。他将所有事务打包分类，事无巨细，井井有条，成为张柏胜任工作的法宝。他那个桌面上就是都有一个叫是相当于是便签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程序，然后就每次都能看到他桌面那个便签都已经拉的基本上跟半个屏幕一样大，上面密密麻麻的摆满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工作安排。这样的话我就知道自己在什么时间需要完成什么样的工作，这样的话才能提高效率，不会那种忙乱。工作当中的张柏忽略了性别，他并不想逞能做一个打不垮的女汉子，只是希望从科技干部到机关参谋，能让自己的军旅之路有一个不服输的蜕变。小白，记住啊，没事。很多时候他的工作热情、工作标准都已经超越了我们男同志，让我们觉得很汗颜。这个时候呢，所以就管他叫女汉子。然而对张柏来说，他并不想这样被标签化。
对于参谋和女参谋，他只想做一个打拼梦想的普通军人。强调说你是女参谋，你跟别人不一样，而且我觉得我也不喜欢这种，就是说差别待遇，就觉得哦，其实有什么不同呢？几年来，张白凭借着对梦想的执着，荣获军区科技成果奖。他以为之后的工作都会这样一马平川了，然而，一份更具挑战的考验正在悄悄向他靠近。If you care for your feather so much as to protect them from no harm, then you will lose your wings and the chance to soar in the sky anymore. 初中时读到雪莱的这句诗，父亲告诉我，成长需要在疼痛中坚持。我叫张白，今年31岁，1984年出生在江苏宿迁，现任南京军区某部参谋。参谋能参善谋，为了当好大家心目中的女参谋，我要在没有硝烟的阵地上披荆斩棘，突破自我。有人说我是军中花木兰，可我并没有你们想象中的那样强悍。还有人说我是铿锵玫瑰，我也并不想那样多刺而善感。我只想努力做一只勇敢飞翔的小鸟。我的青春不留白，我是张白。日常生活中的张白温柔大方，乐于助人，是大别山革命老区助学帮困的优秀辅导员。但是在工作当中呢，他又是一个从不服输的女汉子，加班王。从一名专业技术干部转变为一名优秀参谋，张白靠的就是一股不让青春留白的韧劲儿。然而完成现有的工作，他并不满足，他要抓住机会迎接更大的一个挑战。2014年4月，南京军区组织参谋比武，张白被选派参加。那时他正准备进入某军队院校深造，为了抓住同高手决战的机会，他决定出征比武赛场。作为全区12支代表队118名队员中唯一的一名女参谋，张白的出现让大家过目难忘。100多号人，只有一个女生代表的，而且是我们单位的唯一一个女生，所以很亮，确实很亮。一时间，张白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人物。然而，没有参谋比武的基础，这给张白带来了不小压力。为了迎战敌情墨会、标图等科目，张白开始了魔鬼式集训。他首先要对抗的就是海量题库。要求的敌情、我情这种知识点的记忆嘛，就是那种一万多道题那种300多页的那本书。但是这一道题目里面可能涉及的知识点有十几个、几十个，它考试有可能就考里面一个。所以说虽然是10000题，但是它可能出的题目有上100万道。张白为了在短时间内掌握知识点，展开了白加黑式的攻关战略。一般情况下都要背书背到2点多，一般的时候基本上每个人每天的睡眠时间只有3个小时到4个小时，最多是这样。虽然说这个集训的时间很短，比如说1个月2个月，但是每天都这样。张白除了应对海量题库，绘图也成为他必须要攻关的项目。手工标图跟敌情墨绘考量的就是绘技和绘画，就是说你怎么样打这场战役，这样通过这幅图表现出来。绘制一幅图需要4个小时的时间，对于张白来说，这不仅是体力的检验，也是脑力的挑战。
就画的时候不觉得，就比如说腰酸啊或者手疼啊，但是画下来之后就会觉得，哦，确实是肌肉都已经僵硬了。张白练习标图，每天都是第一个来到绘图室，一支支用秃的铅笔成为他那时努力的见证。一次基本上能发40支，就是红蓝各20支，就要发过2次，然后后来用完了之后自己又买过2次，基本上也得确实用了有100-200支吧这样的。经过两个月的集训，张白在藏龙卧虎的比武队伍里不再是靠性别吸引眼球的偶像派，凭借努力他成为了大家心目当中的实力战将。然后他属于这种，就是说参谋业务这块的基础可能没有说像专职参谋那么熟练，但是经过2轮集训以后，他就属于那种就光芒万丈型的，非常厉害。2014年6月，南京军区参谋比武在南昌陆军学院举行，由于身高的原因，工作人员特许张白站在椅子上标图，这也成为他在比武过程中受到的唯一一次优待。在12项比武科目中，张白临危不乱，女性特有的细腻让他在各科目中发挥出色，最终取得了3名的好成绩，并荣立3等功。张白拿到了名次，我们大家都觉得很意外，心里面都想这女孩子真厉害，当时张白还哭了。平时我们看到都是张白军中刚强的一面，实际上作为女孩子她还有柔软细腻的一面。张白的柔软与细腻隐藏在她生活中细微的角落。2年前，张白在大别山接受传统教育时结识了贫困生荣鑫，之后为孩子交学费买学习用品成为他生活当中的重心。在张白的资助下，荣鑫如今已经成为一名初中生。好吧，这几本书应该够你看一段时间的吧，平时如果说看书时间短的话。是我们学校的军旅14载，张白先后荣立2次3等功，获得多项全军科技进步奖，并被评为首批作战部队人才。眼前的大别山有着张白所在部队荣耀的过去，也有着他青春不留空白的现在。对于未来，他同样希望去迎接更多的挑战与考验。青春不留白，对明天做好的准备，就是今天做到最好。张白放弃名牌大学选择军校，放弃留校机会选择基层部队，放弃继续深造选择比武。在他的青春梦想里，张白给了自己一份无悔的交代。青春是什么？张白说，他的青春就是不留空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预知更多最新军事动态，请访问屏幕提示网址，登录中国军事网。你也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中国军事网 APP， 关注军旅人生微信公众平台。从明天开始，我们将连续为您播出3集《感动中国2015年度人物评选活动候选人的故事》，期待您的关注。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这是一场生命至上的国家救援，他拼尽全力托举生命希望。这是一曲众志成城的大爱壮歌，他挑战极限，完成生死营救。军旅人生下期为您讲述，关东把生的希望留给你。